係依三年左右咯，都係先至去接觸同埋同小朋友一齊玩咯。我覺得玩 board game， 我其實由細我都唔會留手嘅，因為我知道係可以訓練到佢嘅抗逆。喂，我攞先，你攞先，你放翻低喎，咪即係我咯，多謝曬。我攞呢張啫。即係有時佢想自我底線，想黑我嘅，即係覺得製造一個對自己有利。係啦，係你臨時插啲，你淨係你自己贏曬規矩喺度喎。咁我唔同意呢個玩法咯。咁你可以冷靜自己諗下啦。當然啦，男仔嘛，好勝啊嘛，佢睇鋪鋪贏佢最開心㗎。但係我覺得咁佢學唔到嘢咯，輸咗品咯。我的立場、我的原則，我就是不 fair， 我就 不認同，我就不繼續玩。他不可以捉住我的手跟他繼續玩。你想通了的，你不跟我一起玩咯。你想不通的，我給你時間你繼續想通他咯。跟住他唞一唞，想想之後，他又掰回我一套的，因為他想玩。即桌遊始終你是大家一起去 focus 那樣東西，一起去摸到的。一起去到即刻笑是有反應的，即是那個互動性是強過去打機咯，大家親密度會提高了的，那呢就他會覺得媽咪是會專心跟我玩啦，即是這段時間呢是只是我跟媽咪一起玩，沒有其他東西的，只是跟他在一起的片段是一個 happy moment 咯。